他说嗨，今天的影片哦，开场是引进龙的嗨，打针时间引进已经是一岁的，一岁多几个月，现在呢必须要打一些预防针，然后呢后面也有 Akim 也在这里哦，我先去看看有没有流感疫苗，如果有的话呢 Akim 也要打针。你那不都这不是？你们有点担心，早上我们出门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去。我说没问题的啦，我小时候也打过针嘛。那我是哪个是？哪个？还有不给？还有给那些不是？喂。他是有些很喜欢拍跟拜拜。然后两岁以后就预防针就停止一阵子，然后到五岁才会再打。所以 King 已经好一阵子没有打针了，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哭，应该不会了，他现在长大了。一定要哭哭吗？然后因为妹妹之前是哭一下都没哭，但他现在一岁，他现在知道很多很多事情，所以他等一下搞不好不知道会爆哭，哭久一点。因为之前是以前都大概哭个几秒就停止了嘛，我觉得他这次可能会哭比较久，因为他现在很有个性，就是肚子饿的时候会。哭差不多五分钟吧。你要量身高体重了，我猜他应该破十公斤了吧？最近觉得非常的重。来，头头，76，76，对。9.2，就突破九公斤了耶。他头毛变大，头感觉蛮大的。45.3，都打了，全部都打了。当然，刚刚才正常嘛。打针之前先让 Akim 在这里玩一下好了，因为这个地方啊，这个诊所有很多这种吃的，很多的玩具可以玩一下。打针之前先让他们舒压，免得等一下受惊吓。其实应该还好啦 ，Akim 真的超久没打针的，我比较好奇他的反应，因为 baby 哭是正常，我看 Akim 会不会爱面子忍住，等下看看他表现怎么样。现在有钢铃声哦。不过还好，虽然有点感冒，但是我们现在的曲线还 OK。哦，那他很快哟。对啊，你要去哪里？Hello， 回来喽。姐姐要把他抓回来。他今天特别开心的样子哦。对啊，他已经开始社会化了。他发现他出来见客就会变得乖。哇，你好乖，等一下看你打之后会哭完吗？先打运气好的。妹妹要打针，先给妹妹。可是妈妈，刚才新来的兄弟是不是？谢谢妹妹。来，来，再见。气了，因为他们要玩，被抢走。好，那个得那个 A 型流感小朋友，我看很多新闻，然后幼儿园之类的，所以还是赶快带来打比较安心。就是，但现在有公费，反正6个月就可以打了，以后每年打一次。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已经全部变成是四价，就是抵抗力保护更多这样子。我现在很好哎，所以赶快大家带自己的小孩去打流感疫苗。去打的星星币，一年五折，好吗？Ondan sonra sıra sana gelecek, tamam mı? Sırayla. İlk önce kardeşin, ondan sonra sen. Ağlamayacak benim kızım değil mi? Korkma kızım, hiç korkma. Bir şey olmaz. Ben de bu baban yanında, tamam mı? Tamam kızım benim. Yeah. Hiç korkmuyoruz. Ege! Ege! Ege!没事，一票的是吧？受什么委屈？下个月还要再打一次。好了，没事。啊，换姐姐。要不？干嘛？不笑。
好，去那边了姐，好，去那边了姐，好，去那边了姐，一会那边了，包包的，包包的，不修，可是不修，不修，他嘛不拿包包的，阿伯，阿伯呢？阿叔先老师，可是别谈你那不就来搞嘛呀？好，我们家把小东拿来，好嘞，一起没进不哭嘞，为了他们的健康，一定要打针嘛，这个很重要，希望每个人的孩子平安开心健康的长大，老婆辛苦你了，拜拜，已经拜拜，人家闹脾气，人家闹脾气了，很正常的。 他会这次呢分享给大家一个亲子长大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个爸爸妈妈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打针嘛。希望大家喜欢，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我们下次见。拜拜，上来一个人。拜拜，帮我说卡梅雷卡巴达曼嘛。一、二、三，拜拜，上。卡巴多少卡梅雷？卡巴卡梅雷。